我觉得都是要在实战当中，你根据不同的，我们说叫做局面的变化，然后去自己进行调整的，千万不要太过这个，就是说死板哈，一定要灵活一点，飘逸一点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水源的这个基本的用法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在实战当中去看一下，在实战的过程当中，怎样发挥出水源这一个英雄最大的战斗力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待会儿见。欢迎收看由海涛为您带来的 DOTA 解说视频。也不对啊，应该说我录的这一个应该是这个英雄介绍后边的了，这开场白就算了吧哈。好，那这个今天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解说的这个操作的英雄呢，应该是遍体精灵，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水人了哈。刚才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，好像 VS 前五个房间一下子全挂掉了啊，全部都掉出去。我说我怎么进了半天进不来，现在是二房。好了，一房还没好，那我就先到了二房里面来操作一把，然后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，来介绍一下水人这个英雄的用法。这个很尴尬的啊，昨天晚上喝得我不省人事了，然后，哎呦，不省人事，半夜跑回来，哎，我好像忘了开改键了。哎，我的改键好，这个，昨天晚上喝了一斤半白酒，然后。回到家里，我还说要不要再醉酒给大家解说一个，正好又碰上这个几个解说啊，邦尼、邦尼、奥特曼，还有那个伊美丽，他们说一起打，OK，那就一起打吧。我还说录一下，结果发现这个状态一塌糊涂啊。哎呀，没有人买小鸡，那就我来买吧，真是个悲剧啊。结果状态一塌糊涂了，所以我就想想看算了啊，因为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太大意思。这个录出来不好看，虽然说有那么多的解说一起也比较难得，但是算掉吧，啊，算了吧啊，就重新给大家录一场。今天晚上还得去喝，哎，真是个悲剧啊。所以为了生活，男人就要像狗一样。那。这一场比赛，我们看看我们这边哈，SF 水人 Park，然后有这么多能跳的，哈哈，还有个迪法，然后 Leon，哦，这边迪法相当霸气。我们这边说保迪法，迪法说不用，我自力更生，nice 啊。他说你保水人，nice 啊，漂亮啊，我喜欢你。啊，对了，还要说一下素质游戏和谐 DOTA，不图不挂，从我做起啊。其实口号只是啊，咱们说出来让大家感怀一下，真正你做不做，是吧？大家自己清楚。你想让游戏好玩，你就素质游戏就好了啊。咱们把心态摆好。我们这边 SF 看样子应该是首选出来的，他出现的那么快，然后迅速的买了装备，我觉得应该是首选的。对面是 Storm，那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组合了啊。哎呦，这个前期这个塔下补刀一个，好的，哦，这个组合啊还是相当强势的，我觉得。也有没有被封掉？没被封掉也。那我再上路，线上去吃一下经验。我是先进了房间打一把，然后再给大家去录制一下这个英雄技能的教学啊。这个兵是不是要被反补掉了？反补掉就算反补掉吧，没关系了。一下，两下，再来一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再来一下。一下给我补，漂亮，两级 A 你啊，然后吃一棵树上去再 A 你啊，W 上去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哦，可能杀不掉，那就 A 他，回身过来，那张 FB 啊，这个有什么好想的，这个。
再拿一个人头变力量。好的，活了下来，漂亮。这样的话下路我们还是占据了不小的优势，尤其是前期线上这个杀了对方 NEC 跟 SF 其实有点像，就是什么呢，这个英雄他如果前期死了那么多次的话他就非常难搞了。哦，这里是不是有符，我们 SF 应该是没有瓶子的，所以说啊，我先过来把这个符拿掉，可以把瓶子再喝一口，太舒服了。什么符，哎呦，人生太美好了。昨天在预告板上我说这个要跟领导喝酒，让我用水人这个助我超神吧。这个兵线其实不错，我看看能不能中路游走一个哈，能不能 SF 先压他两炮，能不能再压一个 C 炮，有没有，哎，你 C 炮先压出去啊，刚才那种情况下我即便是 W 上去他 C 炮不一定压得住，所以我就没有选择贸然的上了，真是把英雄压跑。下路 Leon 吃下等级，那现在这一次游走不管有没有胜利啊，有没有取得成果，我前期都要继续在线上去混经验了，不然的话这一次游走会让我的经济和经验差距损失的比较大。哦，他吃了一颗树，哦呦呦，卡了卡了，这盘因为不是我 C 的主机啊，这不知道什么事，可能是 VS 又出问题了吧，这房间不稳定真的是让我们也很纠结。戳起来一下，但是开始 A 这个，往前走位等自己的第二个 W A 一下过来。好的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强势的，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强势的。我打钱，你吃经验，这个时候应该去拉一下野才行。对啊，这边雷奥还是非常靠谱的选手，我喜欢你，我看好你了。哎呦喂，怎么好像昨天我喝着酒大舌头劲儿还在。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啊，我先把这个吃掉，把自己装到回满再说了。二三四啊，哎，这没有补到，这个太纠结。看看能不能上来，哎，这边因为对面 NEC 走的还是非常的快的，所以没有能够杀到，没所谓啦。中路 SF 这么晚才出了瓶子吗？上路的话美杜莎啊，但是我们有敌法，敌法其实很克美杜莎的。哎，这有个小技巧，这个位置可以买到一个蝎子。就是想杀这个才有可能。什么情况啊你？你想干嘛？我先 W 一个，戳起来。哦，好的，等自己第二个 W， 应该可以拿到人头。我还要再给你一点伤害。没有能够杀死他，这是个悲剧啊。多姆应该是来到下路了吧，看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会来到下路。果然有没有魔，那要是没魔的，黑他平 A。还差一下，好的，拿到人头。这样的话前期我的发育还是比较的不错啊。然后这一次蓝猫下路的话应该也是会让中路的 SF 发育会比较顺利一些啊，让三级啊刚刚说